下了一夜的雪，看看这雪有多厚。看，看，看多厚的雪。这是踩雪的时候。老厚了，这雪。家人们，给你们看一下啊，我这个造型是我平时直播前穿的衣服，平时直播前这个造型。有人我刚看那个大家发的那个那个留言啊，想看看我们东北的雪，看看现在有的雪已经化了啊，化了，但是还有很厚的地方，看见没？非常非常的厚啊，这种化到现在了就很实了，看见没？一大块雪，就很想吃一口的感觉，是不是？就很想咬了一口啊，这种有点像那个绵绵的那种啊，有点黏了。看这种大块雪啊，特别的特别的好，这种这样的雪就适合做雪人了，给它堆到一块儿就能变成老大老大的一块了，看见没？啊，看这雪，看着多厚啊，这感觉老解压了啊。看看，让你们看看，哇哇，就很想吃一口的感觉啊！但这个雪不干净，不能吃啊，不能吃。回家做冰吧，用纯冰做成这种绵绵的雪，特别好啊！看看，我你听着，我们那个我就在我们厂子呢啊，在我们厂子这个，现在外边已经有很多地方都化了，但是你看昨天那个雪没化的地方有多厚吧？
Thank you.
啊，今天直播的时候老多人都没看见过雪了，录个段子给你们啊，没看见过雪的你们来看看啊。看看给你们吃一个雪，都说吃雪长大出脖，不知道是真是假。动手啊，不知道小时候你们吃没吃过，我记得我们小时候总吃。嗯，走啊，你吃雪啊。嗯，嗯，好凉啊。他还玩帮着雪，那是我老姑娘。下这么厚，第一场大雪呀，那小子那啥，下挺大呀。